字是三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噶嘛，内栏位置线路光明啦，中间绿色衫咧，咁啊中咗精算奇言啊，两匹马中间夹住顺利取胜，出边紫色眼罩欢乐好友啊，但系跟住个第五位嘅马咧，咁啊有中档黄衫啦，超级黄蜂啦，内栏黑衫红帽，就系大家开心啊，响出边欧洲导弹啊，后啲嘅马先见到顺利取胜，飞马好威，鼓浪顺风啊，尾二位置白衫白帽咧就系飞跃海船啊，暂时殿后咧就系红眼罩嗰只红桃巨星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放头嘅马系。精算奇言啊，响佢外边就欢乐好友啦，内栏第三，线路光明，二搭第四，仲有顺利取胜啊，一路三搭望开欧洲导弹啦，内栏跟住个第六位黑衫系大家开心啊，中档第七黄衫咧就超级黄蜂啊，后边嘅马啦，咁啊有难嘅，咁啊分别有呢只黄埔永胜啦，红桃巨星啦，掟出去外边追，有飞马好威啊，好啦，正进入直路啦，精算奇言占先半个身位，线路光明已经系逐步咬上嚟噶啦，再见到好多层啊嘛，有呢只大家开心啦，黄埔永胜啦，外边冲。嘅马咧，仲有超级黄蜂大我当飞马好威啊！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系呢只线路光明啊！后边嘅马大家开心，入边咧精选奇言，外边仲有黄埔永胜，接近终点，线路光明赢出呢场赛事啊！跑第二名嘅马，大家开心。第三名咁啊，埋边精选奇言似乎到先啊，黄埔永胜似乎系第四啊。结果今场赛事临尾都好多人中意，原来呢只线路光明啊，咁啊都系前中段贴咗栏，悭咗啲位，咁啊将嗰只大家开心掟甩咗。精算奇言系咪第三呢？黄埔永胜跑翻个第四，临尾着咗绿灯啊！呢 part 线路光明十五倍，大文高再一次喺跑马地度赢马啊！一档，大家开心跑个第二、第三名，睇嚟精算奇言先过只黄埔永胜。都叫做有得追下，因为黄埔永胜都是留得比较后去追的，反而那只超级旺啊。好了，看回巡逻影片，排个一档起步，线路光明一出闸都是贴了栏先的了，出面就顺利取胜，大我当埋紧嚟，精算奇言和欢乐好友，大家开心就在这线路光明后面，超级黄蜂就拍住佢，然之后欧洲导弹三叠，后面呢鼓浪顺风，跟住飞马好威，贴栏就黄埔永胜，包晒尾呢飞跃海船和红桃巨星。咁啊，线路光明就啱啱跟正嗰只精算奇言啦，变咗佢系少少抢口，佢都话要有遮挡。你睇安 Sir 其实都捉得好辛苦嘅，都就好彩有遮挡喺度，啱啱包到含咗。加埋佢本身力短嘅马啊嘛，有啲遮挡啊，仲啱啦。变咗跑啱晒个形势，大家开心就跟住佢嘅。咁啊，睇下大家喺直路上系点样攞位啦。其实布文呢度已经提紧只大家开心啊，睇下入到直路呢度点样坐包厢。啱啱就呢度，佢波文得好快就攞到出嚟，咁可能影響都唔係話真係好大，即係少少滴滴咁多啦。同埋個磅位差距都遠嘅，輸一個馬位，我諗都就算嗰度早啲揾到，可能都係輸嘅。我紅桃巨星成條直路都冇望空過，